喂，你喺边啊？我喺屋企啊。你今日得唔得闲啊？唔得闲，因为我要温书啊。哦，咁好啦，好嘢啦，拜拜。拜拜。喂喂喂，你喺边啊？喺屋企啊。我今日得唔得闲啊？唔得闲啊。好啦，咁冇嘢啦。拜拜。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你哋两个唔系话唔得闲嘅咩？行开啊你。即系做咩考得咁低分啊？我都唔知啊，不如我哋等间去问下佢啊。做咩偷我试卷啊？都不知道他們現在怎樣呢，我會不會做得太過分了，還記得以前我們一起玩的時候。二一出啦，其实我并不是因为两个朋友欺骗我而生气，而是因为我得知自己要搬屋，要离开我最好的朋友，但又不想他们伤心，我先对他们不理不睬，朋友却误会了我，最终我的朋友得知原因后都理解了我。